哦，河北省上海市展销中心，天津市，天津市。对，他为什么写繁体呢？为什么不写？啊，他为什么不写简体呢？简体可能是因为在台湾的地方嘛，大家还是习惯。他为什么要取名？要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？做这件事情，他希望让这个北京当局啊，啊，了解我们小金门是很热烈欢迎啊，所以还要拨经费吗？啊，那现在在争取中啊。哦，就争取中国的经费还是台湾？争取中国的经费。但是怎么可能呢？有可能啊，哦，一个点就是租金就好了。你现在来看空空荡荡，没有就没有了嘛。那最后就租金费，